未知所，上接下引，教的一切佛事最为艰难，而一重宾客又有等分不同。比如贤良中有官宦统统待之，有富豪就要富家气象待之，有文人学士就要依文人礼仪待之，其间衣服饮食等用度原不讲奢华好看，总要与人相称，与人相宜，又要和光混俗。况且君子劳心功养，不可太弱小人劳力，衣食亦要周全。水路陆路舟行车行火食盘费，动及千里之途，通盘打算，非以前充足，则用度难知。如无可用度，则彼此不能往来，上下半世不能通路，岂非败局？所以祖师定下章程，立出规矩，叫天上的